三二。你无听过？阮伊是北的，翔哥。你嘛无听过？食薰跟食七七，翔哥。你嘛无听过？拄只咖啡买薰，但我100块，诶，翔哥。翔哥，叫翔哥。来，冷静点。是翔哥，翔友阿哥，敢听都没听过。哎，你跟这种菠萝用的卡小哦，我靠！哎，你跟这种人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昆明街道华西街通通都是我们鬼市集团，我一个人在管啦。你跟了我，比跟这种人不知道好多少倍吧？啊，不然真是多厉害，看你要不要？你难道是没有听说过我们孙氏集团吗？不过也就是孙氏集团，你是说那个总裁把核弹当烟火放的孙氏集团？连郭台铭都要跟他们借钱。你说那个霸气总裁剧情都超的那个孙氏集团？